现在是晚上的12点，小家伙就开始打吊笛了。嗯，真舒服。哦，睡觉，手给他挡好，别动啊！你要困了你就睡觉，我在这看着。还好我白天备了点鱼粮，凉的我泡面，我给陈毅盐一桶，来点热水，好嘞，给陈毅来包烤肠，还有这个陈毅最爱的辣条，也给它夹下去。困了就睡会嘛，我自己看着呢。点完了，马上泡面也好了，可怜天涯父母心啊。孩子玛丽是一瞬间就长大了，就是完全是熬了多少个夜，是不是？是的，老婆辛苦了，头发都熬白了。你一定要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的长大哦，别惹妈妈生气。终于可以偷喝懒了，好想啊。还有这个，你等我。跟个小孩似的，天天喜欢吃辣条。拿着吧。你有没有觉得你现在脸上都没有气氛，嘴巴都发白，回家一定要让阿妈给你炖点汤，炖点什么红豆给你补补啊。嗯，我给你炖。嗯嗯，跟着我天天吃泡面。我这个料好反复啊。我喜欢吃原味的，我就没放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吃泡面也这么想了现在。医院的饭菜太清淡了，还是泡面好吃。干杯，干杯。嗯，确实挺香啊。嗯、平时我跟陈毅就是两三点钟睡觉，我以为在医院呢，我们俩生物钟能改，结果还是两三点钟睡觉。半夜不是爷爷闹腾，就是要挂吊费，根本就没有心思睡觉。突然间觉得泡面真是太好吃了。等我回家给您做那个牛肉面行不行？做排骨，咱们做大虾行不行？辣椒酱、牛肉酱。好，现在只能想想，等出院了回家给你做。嗯。